朱婷老师，如果必须从中国男排、男足、男篮中挑选对象，您更倾向于从哪个队里选择？这个脑洞开的，加上一个阅兵方阵吧，我真的。这是谁问的？我还这么年轻，都没考虑过这种事情。不过这三个必须选的，可能选择男排。我就不问你什么理由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这回答起来，我就问你为什么不选男足和男篮？俗话说嘛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得了，我今天这点形象就全撂在开讲这个舞台了，真的。